那讲到防守，当然在青叶这边呢、啊，包含是 Gavin Edwards， 他因为规划算是本土 ，Kai Soto 来自菲律宾的常人呢、啊，今年最后三分之一个球季才加入、哦，表现非常重要哇，直接下滑要攻击篮筐。今年呢、啊，只在青叶国家队的主力中锋，叫广岛新平。哇！这个切入直接被开 Soto 给一巴掌封下来。不过后面 Terry Blackshear 也没有投进。班板入选了 NBA 年度第一队，有千叶找他来啊，可以说是肯定是砸了重金，至少有一个防守的中枢在。这边直接拔起来跳投，哇，还是实施了，把张东宪拉上一队，好像张东宪没有答应。我这边开赛回来，我这个切入再往外分，这边又是外面一个空档，受到广岛的防守，真的。进攻端碰到很大的麻烦，这边远兵又投进三分球。第二个掩护的人是一个小队小，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变化。哇，这做一个 side pick and roll， 哇，开 Soto 这边 ，dunk spot 已经完全没人理他了。这边又是外线出手，有过去也在 NCAA 第二级的 Eastern New Mexico 效力。速度很快而已，完全没有任何印象，觉得哇，这种人怎么可能拿 UConn 奖学金？没想到一晃眼到了36岁，他还蛮管用。这边哇，陈峰是出手被犯出来，这防守意图是选择是正确的。不过西村文男这个真的是，这强弱边转移，投进的是 Chris。没有想到这内线要位，球给不进去哇！但反击的机会必须要能够把握。哦，所以我在国家队要是变成主力。这边篮底下第二波补进，然后团队进攻效率最好的球队之一，现在打的是非常非常的卡弹的哇！这个地方总算有进攻篮板，篮底下有办法逞凶啊！哦，这边 give and go 开了个后门 ，screener， 哦 ，Vic Low 现在反而变成了是传球助攻的模式，多给一个 shot pass 就给他拉开，而且现在的青叶把防守圈拉得比较开，很多开始有这种 match up 这种的防守模式，切入一对一，你没有。开手头篮底下，果然还是很高手。打到 Pick and All Academy， 学术第一队。哇，这空中中这个三楼作业。哦，这完全空掉了。这往外分专门 K， 哇、哦！这第一时间想扣没扣进，没有这边抢到，感觉有点摆脱不开。那、啊、另外就是这一节其实是没有太多外，我这边直接开了 back door， 哇！这一下，下半场千叶这边必须想办法让他们洋将的牵制力展现出来。哇，这里是附近有，之后被对方给破坏掉。哇、哦，全场的千叶球迷应该这个时候6岁年纪是真的。哇，这边是一个漂亮的大火锅。
有 Evan 这边是要拉开，要一对一单打。哇，这边哇，这边还打进去啊！切入偏偏是我在跟后卫做一个配合，哇，这个挡拆，内线防守协防的机会站得很好。啊，另外是除了在 Dwayne Evans 之外，今天其实的哇，这边转换快攻打得非常强势。一半以上的时间啊，只拿到三分而已。我这个有个单臂扣篮的机会，这边是 Nick Mayer。哇、哦，这空间感不得了啊！篮下 Nick Mayer 这边第一拍过人，后面又是一个太后门，又是左土圆了。哇，这个时候。这场比赛是一个偏低得分偏低的防守战，这都不是两队了。哇，这个蓝，哇，这边直接一条龙啊！哇，空间第一时间直接拖车，这比较不太应该哦。哇，切入之后，门缝中找到人传。也是中距离说这一次有啦，可惜最后是没进。哇，这是一个 big shot， 给到 elbow 往里面打，哇，这下打得很强势。要注意进攻时间啊，下靠我，哇，这个第二下，哇，有 Evans 这个今天表现真的很全面。我这个切入高难度的左手拉开，哇，这一下进手上，哇，这个切入甩开对手往外分，这边 kick 底线三分有了。哇，这一下，打到 Gavin Edwards 把他拉出来打击，但真的禁区里面的作用不是那么明显啊，会丢到千叶这边啊。哇，无论两分三分的一定要快啊。哇，直接富坚勇士选择切入想要单吃对手，这球没有进。